Amen.
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要弘法利生，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的原则，而不断地在运转，透过各种的管道，包括卫星、电脑，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、弘扬佛法的工作。所以，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，每年10000元台币或每个月1000块，不断的来护持，不断的来推动佛法。感恩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成就一切诸善法，弘扬佛陀般若智。话拨账号19965232。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富楼那尊者说法第一，佛为受记。富楼那尊者不懈不怠，协助佛陀宣扬真理，教化众生，使得法喜。佛赞尊者为说法第一，并受记在无量阿僧祇劫后成佛，名号叫做法明如来。富楼那尊者认真看待他的弘法大愿，不怕磨难，只愿将佛陀的光明、智慧、慈悲分享给所有众生，一心顶礼尊者富楼那。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广度众生，不辞辛劳，不为己名，只愿将佛法真理留步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